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我们都宣布一下他们现在的奖金。好，侯医师10000，龟医师12000，金金姐6000，许博士12000，张医师10000。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三卷，请讲规则。这回合呢，同时作答 A、B 两个选项，答对的累积奖金，一个人代表1000块；答错的话，这一轮淘汰。这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，会把当时账户的奖金全部领走，赢者全拿。对，总共进行三轮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别看6000块，也有机会翻身哦。有时候你5000、5000累到1-2万的时候，一次灌到你账户，你就赢了嘛。谢谢瓜哥给希望。我们节目常常从4000块来赢的。对，所以不要放弃了。赢者全拿，第一轮第一题，请出题。女性上完厕所后，卫生纸怎么擦才不会滋生细菌，降低膀胱发炎的几率 ？A. 从前往后擦。B. 轻压尿道口。请作答。好，就有1/3不一样了。真的，立马。晶晶，你选择从前往后擦。那不是从小时候健康教育课程的时候老师就教过了吗？不能由后往前擦，对啊，因为会把便便带到阴道。对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啊，没错。但是我不知道泌尿科为什么选择。我刚看到医生答案，我突然之间轻压尿道口，是吗？轻压尿道口比较新的观念是这样子。卫生纸意思说卫生纸折一折轻压就好，不要任何动作方向，对，千万不要抹来抹去。对，以前我们观念是觉得你从后面往前会带到阴道口嘛，啊，他现在比如说直接不要碰到，压，他是他因为他不是上大号啊，嗯，他是小号的话，小号，你只要插前面不用插肛门嘛，嗯，如果是上大号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现在的那个卫生纸是比较多做那种易溶的，所以它其实你用擦的，它反而会有棉屑留在上面啊，所以其实用沾，最新的是用沾的就好了，就像我们擦点常常会留的屑屑嘛，对，就用用沾的就好，对，不要擦了。对，哇，东宝你怎么选错？惨了，也没多惨，就坐那边而已嘛。他被说服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， 轻压尿道口。其实呢，女性比较容易罹患膀胱炎呐，其实跟我们尿道短有关。那其实呢，妇产科主任表示哦，排尿之后呢，不管你是前往后、后往前都是不对的，非常容易导致发炎哦。而现在比较正确的清洁方式是你卫生纸轻压尿道5到10秒，吸取多余的尿液就好啦。而且没错，这样就不会有卫生纸的屑屑留在下体，也不会有肛门的细菌往前带。对，刚刚许博士讲的，不会有屑屑留在下体，啊，你裤子一穿又闷在那边的。对啊。啊，眼睛又不好，回去又发现，哎，那个是以为是怎么了？不是，会以为是白带吗？不是，不是这样子，白色的、啊，不是这样子。哇，你看每次听男生讲一些事就觉得好好笑，不会吗？白带会比较显在内裤上，而且要告诉大家，白带是正常的，是吗？是，白带是正常的，会随着周期而量不一样。重点是它如果颜色跟味道不对，才是异常，才是异常。对，所以有白带是正常的。哦，好。请那两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，请加3000。长知识哎，不要难以启齿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教育大家，健康专业的一个节目。来，接下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韩国泡菜被视为减肥好食物，是因为它富含什么有益人体的东西 ？A. 乳酸菌 ，B. 矿物质。请作答。哦，三位。一起都是选乳酸菌，易瑶，你来讲。对，泡菜传统的泡菜做法就是要加乳酸菌让它发酵，让它变酸。对，那个酸性物质，事实上第一个肠那个有益菌对肠道就好。第二个酸性物质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。对，这是好。那当年呢，也不知道是臭小孩子没有 SARS， 韩国都没有。哦，真的，有记得这件事情，全部人有 SARS 就是韩国人，然后大家就赶快开始吃泡菜。他们说，因为他们吃泡菜嘛。哦。那到底有没有关联？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没有啊。就是很奇迹似的。对。啊。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，
乳酸菌。其实呢，韩国做过个研究，2023年12月公开哦，他就说泡菜呢是发酵的食品，最短要1到2周的制造期。那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乳酸菌，可以帮助你的肠道运作，提升我们排毒的效果。每天呢吃2到3次，每次50公克，那身体的 BMI 呢大约就可以下降15%。所以意思说，如果你本身有肥胖，也就是像男性，你没有这个问题。好 ，BMI 如果介于25到30之间，肥胖男性呢，有12%的人可以回到正常值。可是他那个酱料不是很多吗？对，是不是钙、什么钠什么的？而且现在很多的泡菜可能怕它太酸，会加比较多的糖。对、啊，跟那个添加物也要小心。是啊，泡菜不是因为听我大家就拼命去吃，有的泡菜卤的不好的，不是弄腌的不好的。那一吃点酸菜呢？酸菜有没有？酸菜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对对对任何乳酸菌、就是、一定要用脚踩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那种，你客家的酸菜都用脚踩的，踩的那么多健康啊、那个多少菌在里面，数不完。来，请加3000。好，来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女生容易手脚冰冷，专家建议可以怎么睡，降低手脚冰冷的症状 ？A. 盖毛毯睡 ，B. 裸睡。请作答。独排众议裸睡，来请讲啊，就是要独排众议啦。我是觉得如果手脚冰冷，如果你这个促进血液循环好的话，裸睡的话可能没有这些遮蔽物，让血液比较容易到四周去。裸睡就是有人是说裸睡是非常健康的，对，有人说，但是已经手脚冰冷了，裸睡会更冷。更冷，对对对，好，南方。盖毛毯是应该是我猜想是让四肢可以温热，让它促进血包在里面这样。裸睡应该是对男生会比较好。也不好啊，男生常常翻身会 K 到。不会不会，这么这样就是男生的那个私密处其实是需要不要遮蔽物，不要太热，是会帮助生育的。我说你睡觉不是，是因为尿急，你为了憋那个尿，它就会变。对，那个是反射，对嘛？男生尿胀或小 baby 尿胀，一定他所尿就变成尿，对不对？就会勃起，这是反正常的。这一定的，所以他你翻身会 K 到。小 baby 也会啊，是这样子。有时候只要 K 一声，有那么雄伟是不是？才 K 一声呢，就要去看医生了，要看医生。你还真回答我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裸睡，其实呢，研究有指出哦，裸睡就像是泡温泉，你脱去衣服的瞬间啊，躲进被窝，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加，手脚冰冷的人偶尔裸睡一下，就会感到温暖舒适，可以很快入睡哦，有助深层睡眠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回去裸睡啊，感受看看是不是？小心折到啊！来，增加1000。总共这一轮7000块，请灌到归家豪的账户。谢谢，来，两位请回来。像是游戏是这样玩的，总共玩3轮，接下来进行第2轮。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根据国际知名杂志统计，2024年拥有最佳医疗保健体系的是哪个国家 ？A. 南韩 ，B. 台湾。请作答。这还用说吗？他既然有台湾这个答案，一定是台湾啦。很难讲啊，搞不好南韩也很强。没有，台湾的医疗体系很棒的，而且大家那个费用就很低，服务效率说很好。哦喽，这时候不需要问他为什么，一定是的嘛。要不是我就辞掉这个节目。赌这么大，你说的哦。你辞掉绕一圈再回来就好了。OK， 外面走走会回来。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B 台湾，其实有个国际商业杂志CEO World 公布2024拥有最佳医疗保健体系的国家呢，我们2023年就已经是第一名了。对，我们这次又再次第一名。那它的医疗保健指数啊，其实针对全球110国家进行评比，那满分100分当中呢，我们是78.72，这分数算非常高的。那其他呢，2到10名分别为南韩，所以南韩是第二名哦，再来是澳洲、加拿大、瑞典、爱尔兰、荷兰、德国、挪威跟以色列。对，真的医师很辛苦啦，因为我做医疗节目，他们真的很辛苦。来加5000，哇哦，5000。就要进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男生做这个动作，女生立刻心动。
根据2000位女网友票选，最让女生心动的动作为下列何者 ？A. 撩起袖子做菜 ，B. 拿钱包付钱。这个如果选 A 就太假了，请坐啦。不会啊，很 man 呢。对你晶晶比较老实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答案未必是对的，但是那个实在太虚伪了。不会啊，但当然是拿钱付钱包，不然呢？都有不同样的魅力。不要吹了哦，不同的。对不对？我们很实际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实际啊。对啊，而且你现在为什么要做菜？直接外送外卖一大堆啦。对啊，卷起袖子做菜，你不会穿 T 恤啊？卷起袖子、啊，跟真的一样，还要擦汗呢。你刚好脱光上衣在做菜更撩人。可是他们有四个人都选 A， 我管他的。想说太做作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一看做的，我知道答案一定是 A 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是这两位医师哦，还有营养师们，他们都觉得你们要好好说啊，说到让我心里舒服一点。对，万一做做菜出来不好吃，那你不是更伤心吗？你还要硬着头皮吃。没有没有，所以会做菜的男生很撩人啊，很迷人啊，很撩人。会煮咖啡的男生多撩人啊，觉得还好。对对对。对啊，那这如果你是真的。这个那种什么江正成这种，那当然比拿钱付钱更好。来，易遥你解释一下。对啊，就传统过去啦，过去男生可能比较少下厨做菜，所以现在的男生如果会做菜的话，其实蛮吃香的。是啊，像我是营养师，我也有西餐厨师的证照。哎呦，哇，真迷人！不然营养师太多啦，尤其女生营养师那么多。他这个解释也没有让我很舒服。他你没听懂？拿钱包付钱不难。因为现在女生也有能力拿钱包付钱，自己付也行，是是是是，所以我觉得能够有那个意愿去做菜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啊。哎，你逛这个 Hermes 包，你看有几个你就包下来吧，十个，好，来包。哇，好 man 啊，心动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拿钱包付钱。对啊，其实呢，参与投票2000名女网友啊，有788位选择。许晶晶，等一下，许晶晶。怎么会选择？为什么付钱不是真的是要占男生的便宜，也不是在意说你到底付了多少，最主要是这个付钱的动作会让女生觉得这个男生有一种霸气、负责任，然后霸气外露的时候又贴心，所以成为第一名。那第二名呢是专心工作，第三名是倾听女生说话，做菜的那个迷人样子是第四名。对了，他们刚刚讲也有点道理，只是他们觉得应该要选这个才像是个人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愿意跟实际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是，可是来加1000，他只有1000哦，哎，你一个人打就1000啊，来，请进你的账户，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，12000了，12000了，还有机会啊！你看大家不19000最多嘛，下还有一轮啊。终于 ，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。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